江姐，真正足多谢你的专工，搁陪我洗超市。最近保养你有过代志哦，保养家拢一直麻烦你，真歹势。上班，我嘛足久无看到你啊，我得陪你出来行行嘛。我听恁哥哥讲啊，讲你有过，不过搁家你洗监护权的代志啊，你总算能安心吗？真正的，我若无，大家咧提心吊胆过日子，实在是哦。我甲在即摆冠廷医师留伫我身躯边，啊，若无真正毋知你只是变哪过。只是一凡甲我讲关系的代志时阵，我是有感觉淡薄奇怪。奇怪？想做你安尼讲？想做李有贵有法度摕到遐尼侪对你不利的证据，所以我是认为应该是有人偷偷啊暗中在甲李有贵有接触，所以才会知影你安尼做代志。照你的意思讲，你是认为有人在出卖我？这嘛是有可能的代志。不过我身躯边每一个人拢希望冠廷留伫咧阮家，无人希望冠廷去对李有贵啊。嗯，反正哦，这只是我一个感觉啦。啊，毕竟即摆代志嘛总算有一个结果啊，很多动作我咧学朋友啦。好吧。嗯。江姐，嗯，你的头毛就柔顺就有光泽的，你看我的超毛躁。这你问我就对啦，我之前哦无同款的问题，啊你最近啊你无闲关系的代志，一直拢无时间好好保养吼。嗯，我来介绍一个好东西给你，护发素超好用，超推，头毛油油啦，用了后拢袂扁塌。重点是，伊是免冲洗的，啊用完啊手拢袂黏黏，无爽快呢。用完免冲洗，啊你嘛是会红白啊吧？当然啊，你当试看卖。就好了呢，加的柔顺啊，是不是？阿哥我这样哦，哎呦，来，我家里姐配包，搭配这个新升级的洗发露，好够够卡好，洗护这会赢，会到持久柔顺 ，CP 值超高。好，奶奶这两罐我都没爱，希望我的发质会用变到家里更宽厚。雨姐，奶奶正面思考就对啊。虽然今麦人生有淡薄啊不顺利，但不过就是因为安尼哦，你得更加好好照顾家己，好好打扮啊，安尼看看比较精神。我知影，我今麦哦在做一个正能量女神，安尼才有法度做冠廷的榜样。无唔对，咱市场的囡仔永不服输，对，永不服输。嗯，阿爹，你不是差不多时间要去接冠廷啊？对呢，差些都袂记哩啊！伊的才艺要下课啊，我等下先去食面。我也是来跟你讲一下，多谢你今仔日陪我逛街。啊，你真正是足上班的呢。后盖哦，咱两个招招的，搁做伙出来逛街啊，莫让恁够对啊！吼，阿老婆，伊刚来伫边吵呢。真正，大概哦，找陈一凡出来，唔是问我讲哦，啊是洗完啊袂，啊脚就酸的啊，啊是要洗偌久啊？真叫我够烦的啊！来结账啊！呀。